完整的感受，请将手机调成静音或关机，并请不要使用任何会发出光源的物品。黑墨镜乐团感谢您的配合。刚刚挂的电，胸口的压断。
生，我觉得孩子的眼睛怪怪的呢。哎，麻烦小朋友抱来我看一下。嗯，确实他的眼睛有点怪怪的，看起来好像是视网膜剥离的样子，以后有可能会看不到哦。什么？他瞎了？因为视网膜尚未发育完全，有少数的孩子会有眼睛上的问题，他刚好就是。妈妈哭了一个月，还可以啦，你一直这样难过，日子怎么过下去？原住民的生性乐观，喝醉了的外公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妈妈了解他的明白。可爱的小女娃继续快乐的成长，到了七岁就学了，孩子上了启明学校，大家都是视障的同学，小女孩开心的乐在学习，慢慢的长大，心中充满愿望。You
我叫阿宝，你呢？我叫小毛驴。小毛驴？怎么还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啊？不是啦，我叫小毛驴，因为听起来是小毛驴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毛驴啊。哦。你会唱歌吗？我不会唱歌，可是我会吹萨克斯风。
每天阿宝都要打电话给小毛驴，小毛驴都会用 LINE， 因为 LINE 比较便宜，不是，他们每天都会通电话。那么今天呢，阿宝打电话给小毛驴，小毛驴说，你打电话给我干嘛？阿宝说，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。
分钟，请您把握您的时间至厅外上洗手间或饮水。另外，在感谢卡中有一张问卷，邀请大家填写并找回前台服务人员。